写好的人很熟，你他妈写的吗？可是接下来就是别人怎么样？接下来离职啊，离职或者你升官，你原来做的东西，在外面这工作就是这样啊，原来做的东西你一定要离开啊，一定要离开啊。你要往上升，你一定要提升自己啊。那你东西一定要让别人接手的人有没有容易看？对，这比较好啊。那可是呢，可以写成一行，这是Python程式的特征，别的语言都不行。好，别的语言都不行，当然各有优点啊。所以等一下同学呢，就是这样子改一下哈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呢，就是那个这个改一改啊，还有什么东西要改？刚刚那个已经改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顺便讲这个提前讲，不要讲罢了。好。等一下，这个呢，你给它改一下啊。这个原来三行，你改一行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还有个提前讲啊。第二个呢是从函数库内，然后输入所有的方法，你给它改掉怎么办？这个改掉的话呢，就是加上它，就是不能用的。啊，那你改成啊，把它改成这样 import max 就可以了。啊，可是呢会执行会错啊，那我们现在就执行看看，哎，看屏幕，这就尝试，像这些东西都是在网络上抓哈，它就会连线，啊，连线去找哈，这个函数库，找这个函数库啊，就哪一个函？啊，函。哪一个是公司的是？好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不要用它，用下面这个呢，会怎样？会错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执行看看。好，执行看看。干嘛错了？那错了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错？那写什么？这边。他说什么？派没有一半，因为他看不懂它。哎，期末考题目，这题期末考必考啊！你这样写的时候有没有？派没有定义。哎，再讲一次，注意看。有了，期末考会考。好，这时候会错，错了怎么错？派没有定义，这怎么办？好，就是回原来的。还有一个方法，这个方法更好。注意看，派没有定义，那你就跟他讲，因为他不认识派。我就不知道啊。好，不认识派，所以呢，派怎么办？跟他讲，这个派就是干嘛？去 max， 已经跟你讲要输入 max， 减这样子就够了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所以这个assign呢也会错，我现在就是一样，把它改成这样子写。那这样子写取代原来的有什么好处？有什么好处？这样写比较好啊。为什么？那数学的关系啊。不是。不然呢？因为你只用三次。对，这一定输过。啊，因为你有没有 max 只用三个，没必要。不可高值。啊，输入所有。输入所有都是加上，因为只用三个啊，三个而已啊，而且呢 ，max 减派比三